大家感受台湾经典小镇全新魅力，接下来一起观赏璀璨亮丽主灯秀。 灯区探寻更精彩的灯饰以及灯景，在我们的主舞台7点到8点即将要进行中场休息，也让大家有更多余的时间可以来探访我们灯区的各个角落，或者是填饱您的肚子。别忘了8点的时候，我们主台在。
dannaria. Hi.